张、两张、三张，奇怪，大家怎么都在这里拍照？站过来一点，真的真的，来再过来一点。哎，这个声音没听错吧？是天王周杰伦在帮忙拍照，拿手机扫一下 QR code 就会出现帮你拍的照片，还有机会现场抽大奖。因为看到那个粉丝页，然后就直接过来这边参加活动，结果很不巧的就让我抽到了。心情怎么样？心情当然是开心，跟周杰伦还蛮有互动感觉，听到他的声音就觉得好像周杰伦真的在这边。虽然只是浮空投影，不过难得看到周杰伦当摄影师，还一直闲聊，幸好只是分身，因为一站就是两个礼拜。我们预拍了很多的周杰伦的影片，然后当然这些影片是根据一种互动性的思考去特别安排下来。这一次特别突出的应该就是我们的相机的能力，因为我们相机有推出了三重影像侦测，还有全球第一支的五重防守阵录影的能力。手机市场竞争激烈，创新科技感行销要抓住消费者目光。三立新闻蔡明华、吴思瑶台北报道。